我先送你回来，这个盘我等一下送到你店的。大，你酒钱不要喝太多。我知道，知道了。红料理呢，好意思，干什么？小林，你是阿孙南什么人啊？我是什么人，关你屁事啊！哦，你讲话那遐歹声骚啦！孙啊，孙啊！啥代志啦？过来过来。嘿，外面国青年娘伊是啥物人啦？我讲话咱太正常啦。啊，都阿婆伫外面甲人生一个囝。啊，即块来遮，讲要甲咪三千一个囡仔啦。啊，阿婆伫外面也有甲人生一个囝。啊喏，啊囝都伊生的，啊都别人伫个字啦，人家来讲是伊。恁阿婆专做即款代志啦，家庭也是安尼啦。老爸，阿孙啊！吃饱喽，孙啊，吃饱喽，孙啊，吃饱啦！啊，吃饱，吃饱，好，好，好，吃饱。我问你一下，你到底是对阿庆啊讲声，还是干骂声？是吧？哪有啊？哪有，一定有的啦！也无安尼，阿庆会包我款款入去外啊？啊，都张阿面对啊，好好的你。啊，对啊，反正是我甲迄个青面鸟个迄个讲囡仔的代志啊。哦。还是讲我较关心东东，无关心伊巴肚内个囡仔者。嗯，对，有可能。阿庆一定是听到安尼，所以啊，心肝咧艰苦，包我管你这走。你来遮济啦，阿庆啊，你赶行李是要去倒位？阿庆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带阿杰啦吼去台北海大病院，吼医生检查了，医生讲吼，伊无病哦。到底是啥物？是咩问题啦？你若袂行吼，赶去医生遐一转，去看看啥物啥物什么建设啦？心理建设啦。对，心理建设，只要你两感情来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天啊，我求你，你给我阿杰一摆机会好无？我给你跪了。阿母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紧起来啦！我爬起来，你若无答应，我从你爬起来。阿母，你紧起来啦！我爬起来。阿母，我叫阿杰啦，真实是诚心诚意，要甲阿杰来一世人过平凡的翁阿母生活，替阿爸甲阿母。到分担厝内底的工课，底阿杰啦，到底为着生活打拼。这我知影，我知影啦。我嘛定定甲阿杰因阿爸讲，讲阮阿杰会当娶到你吼，是一世人上大幸福。要不后来哦，若不是阿婆啊，就是这种代志，我咧真生气，安尼我愈想愈气，我唔再一时的冲动，甲你赶出去。啊，不过，那我真紧都后悔啊。阿庆啊，照像你讲，你嫁阮阿杰啦，就是阮阿杰来保。阿婆啊吼，才不应该对你安尼，对无？这件代志，拢是我唔对，我嘛感觉非常对不起阿杰啦。阿母，
咱偏偏拢是查某人，你应该了解我的苦衷。囝啊，这代志咱莫搁计较啊啦。搁再讲，若无阿婆这件代志，你要哪有心？我要哪有顺通抱呢？就是为着这件代志，阿婆你花真大的心地，嘛乎你真伤心。我永远都拢会记的。阿婆，你即马是为着要抱一个孙，你肯原谅我？不过，查甫人做出无守妇道的代志，是真大的罪恶。你做大家的人，无可能原谅我一世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搁再……袂啦，袂啦，袂啦！只要你肯搞好倒转来哦，咱莫去讲啊，莫去讲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无讲袂用的，就算讲阿母你肯原谅我，我嘛袂当原谅我家己。此后我有啥物面，甲阿家人继续生活落去？无，我阿家人遐善良，我无爱让伊搁再伤心。啊，若安尼讲，恁着要叫我死心哦？只要你原谅我，我实在无迄个面。搁再倒转去恁厝家，阿母，阿你毋是讲先生讲阿家老无病，阿伊就用个搁再去娶一个好的牵手啊？好牵手就是你啊！除了你以外，阿可有啥人要叫阮阿家来哩？阿家啦，我祝你幸福，你是好人，阿好人有好报，将来。你一定有一个真幸福的婚姻。阿晶啊，阿你的，我已经阿婆的囡仔，我就是阿婆的人。不管阿婆伊是毋是会反俗，是毋是要娶我，我拢会等伊。就算讲阿婆将来去出嫁，阮的感情无结局。我嘛是会尽一切力量，把这个囡仔饲到大汉。是啊，想啊起啊哟，甘的食，好食哩嘛，想的头甜。大伯那未生就娶孙，哎呦！当个哩个当个当哩，是嫌无你嘛较徛死嘞，哎呦！大家啊，顿顿啊，伊着求个囝哩。俺明仔载干嘛点关？我甲你报。人家先生讲你袂用啉遐济酒，你逐摆拢要啉到安尼醉茫茫。嗯，好，我开灯啊去一摆啉一杯咯。哈。爸，啊你有醉无？我才有醉嘞。哎呦。阿爸，阿母甲阿家来对台北转来安尼，啊！你啉到醉，你是要阿母甲你罚跪哦？这什么罚跪？别来跪，跪啊怪事啊！我无醉啊，迄是恁阿爸的醉啊！鸡乌西，袂清恁的醉啊！这，我记了。哎，我红了。哎呦，阿爸，你醉啊啦？我无醉啦。你你阿爸咧醉啦！我无醉，你醉。你讲我醉，你无醉。好，我甲你请教咧。我互你教。你几岁？一岁。靠，爸啊，无安尼咧，我用讲你
尊姓啊？哦，你尊啊，尊错错，你姓错。啊，我唔姓梁。姓错。俺名为俺怎么称呼？名，名错错给吗？阿爸，阿爸，你啉烧酒醉呀啦？咱来得快点。我不困。行啦，行啦，拜托了不？行啦，来。给错给吗？错给吗？这这。停。啊。也停。阿爸要跟你讲。阿爸是我主要，阿爸要跟你讲真心话。阿爸，决定不爱当当的囡仔。阿爸要爱你，不多来的才是我的亲孙。迄当当是阿爸的情呢，我知。不过。不多来的，真是的呢。论真讲起来，你是我的祖先，啊，嘛是我的新妇呢。你就算安那一只吼，啊，都安尼有那粒，有那果，有那青，哎，哎，不是一天。啊，甲两工呢，伊是足久足久的了。阿舅，你了解啊？阿爸心情哦。你难讲，我是唔望阿舅不对来的孙，唔煞无希望啊。孙啊，咱是好朋友咧，参详一下吼。你已经有一个东东啊，后摆阿庆不倒来，囡仔信啦，好嘛吼？袂紧，袂来你讲。我没有在困。阿庆啊，希望你会了解阿爸的心情啊。阿庆，没事。你安尼日啊等，明啊等，敢讲真是遐唔甘迄个囡仔？人啊，毕竟是总嘛是有感情。啊，不过你小阿已经穿这束花衬衫，敢爱会当啊，参像普通人，讲身躯边带一个囡仔安尼跟上跟落？所以讲哦，我即马嘛在调度，我家己嘛足矛盾的，我咧检讨。我咧反省，我嘛咧考虑。啊，你拍算要安怎？我是咧想讲，你咧想安怎？讲出来唔惊你笑。我是咧想讲，我若是为着东东，即束花想煞甲烫掉，安尼唔知要偌好咧。想都咧想咧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
我若是安尼做，对佛祖来讲就是种不敬。五佛慈悲，真是苦海无边啊！哎呦，你七少年八少年，做代志唔着爱较实拍的，要安怎就安怎。既然佮知影讲苦海无边，啊唔着爱回头是岸。讲的较紧嘞，连这点仔决心都无，卡袂着就想要回头，安尼算啥物查甫囝？当初我手抓，为着阮阿娘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受刑。我若讲会出，我就会做会到；讲话就会算话。我着知哩，你即摆心肝内伫咧矛盾，要安尼也毋是，要安尼也毋得，你伫左右为难。师父啊，毋是讲我要甲你抢你的学生当当啦。实在是我看安尼当当一句一句安尼在叫爸爸爸爸，结果你拢唔敢甲应。当当实在有够可怜的，我就是安尼唔才想讲要甲收留。你家己斟酌想看，我安尼讲的是毋是事实？阿弥陀。哎，老高，我走了，我不跟你耗了。阿健，阿健，走，走，走，回台北去。好好好。天光啊哟！天光啊啦，这个人走啊呢。吼，哎嘛真有动，安尼一动两暝三日。哼，你咪都唔信你咧外口动。阿爸，啊，即摆要安怎哈？啥物要安怎？阿东东唔是讲要来咱家，啊，这侪工啊拢无看到囡仔，啊，伊是会走去倒？我着叫伊莫提起这代志，你搁讲啥要创啥啦？我是烦恼讲，东东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，啊要安怎？我嘛毋知要安怎，啊一睏啊放囝遐侪工啊啦，我嘛毋知走去倒位去。啊无，等下我袂煮熟，我搁骑车四过来洗洗。我已经说过啊啦，伊若有伫咱庄里，咱若有人看到，伊嘛会来甲咱报。你想哦，凡事啊，东东会走去找阿宝的。无可能啦，那阿宝今嘛拜到倒去，连咱都唔知影，阿囡仔要倒找。今日要找你啊！阿弥陀佛，爸爸。
糟糕了。安怎想？你忘了跪拜了。哈哈哈！哟吼，爸爸伤过欢喜，阿嫂拢袂记你啦。阿无，即摆开始跪功。安怎？乖，紧食饭，食饱就算。爸爸，你的便当怎么跟我的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，爸爸今麦在修行啊，所以爱吃素啊。那我要跟爸爸一样，修行吃素，还要穿和尚衣服。这没那会用你啦，你今仔人哦，袂使食素，嘛袂使穿花袖衫。谁说的？以前妈妈带我去看电影，少林寺也有小和尚，他们也都穿和尚衣服啊。爸爸现在要拜啦，啊，你有要拜无？嗯。好，啊，对爸爸拜。老会听未？一点点。那咧，要阁继续行无？好啊。